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977页啊，977页第四行看起。从经文这看起，卧虽是欲不犯主卧，念老注解里都说，品末这一品最后，世尊重复的劝勉，教导我们。要弃欲止物，安和专程。欲是欲望。底下呢会讲明白，应该要放下。我就是十善业道经上讲的十恶业。十恶业了，一定要把它制止。心要安定，要和睦，要专心，要诚意，这样才能够其如佛的境界，才会有成就。下面说嗜，嗜就是嗜好啊，爱好与贪求。欲者呢，《大乘一章》第七卷说：“染爱成净，明知为欲。”下面念老告诉我们什么是尘：色、声、香、味、触，这叫五尘。如果后面还加一个法，那就是法尘六尘，同样六尘。说此五者呢，能起人的贪欲，所以也叫做五欲。五欲有两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财色名食睡。这完全从外面说的。五根是眼耳鼻舌身。它的对应点呢，就是色声香味触。人之所爱，人之所贪。所以能起人的贪嗔痴欲，这叫他做五欲。大智度论上说，五欲又名五见，这个五见是比喻，好像五支箭一样。箭是锋利的，如果我们身上中一支箭，就感觉到很痛苦。如果中了五支箭，这个痛苦就可想而知那么这五种带的有病毒的，不是普通的箭所以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世尊做的比喻一点都不过分。说的是真有道理。是故世尊呢，劝诫众生，劝我们大家，勿随世欲，不可以随顺你的贪爱，你的贪念，随顺贪爱贪念，必堕三途。
啊，现在你有福报，这个罪不会发作，你一时快意啊，财色名食你都得到了啊，一时感觉得很快乐，可是这种福享不了多久啊，享尽了业报就会现前啊，业报现前，这花报死了之后啊，果报，果报决定是恶鬼地狱出生，到那个时候知道错了，后悔来不及了啊！所以现在告诉我们，千万不要随顺自己的贪爱啊，那随顺自己的贪爱谁没有啊？然后我们就晓得这个世界怎么乱了，为什么地球上灾变这么多啊？怎么造成的？是欲造成的啊！确确实实像经上所讲的啊，它能够带起你的三毒五毒烦恼，五毒是贪嗔痴慢疑啊，这些东西起来，你的日子好过吗？啊，如果你真的经读的很多，听的很多，你会产生规矩之心呢、啊。知道自己造的不善业了，将来果报麻烦了 啊！可是经中古大德常常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一口气还没断，就有救。这一口气断了，没救了啊！这一口气没断，阿弥陀佛有48愿，第18愿讲得很清楚，纵然我们造了忤逆十恶、毁谤大臣这些重罪，决定堕无间地狱。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引导你，你肯听话啊，承认自己错了，忏悔后不再造，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还是来施受你。这个经文不可思议啊，不能不肯认错，不肯回头，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阿弥陀佛也救不了你了啊，这个人堕地狱了，在地狱里头肯认错、肯忏悔啊，就会有菩萨到地狱来帮助你，你肯念佛也能往生啊。超度佛寺当中啊，真有不是假的，由无间地狱众生呢啊，几次超度之后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几次是有必要的，一次没超得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一般七次就圆满了，他真去了啊，普法的人要真诚恭敬啊，诸法的人没有诚意
没有沉浸心，这个法师功德就很有限啊，鬼神得不到利益。如果主法的人非常真诚，功德无量啊。那么参与发挥的人对于经教要明了，那个力量就越来越大啊。所以真正做超拔法师发挥，预先最好听经，能够连续听个七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再做法师，那效果完全不同啊！真懂得了。不听经不读经，对佛法了半信半疑，没有决定的理解，这个佛事效果就打很大折扣啊。那么现在做法事的很多，法事前面把经教讲清楚讲明白的不多啊。我们过去提倡三世心念法师，把三世心念的法本从头到尾讲过一遍啊，留下来有光碟啊。在做三世心念法师之前，这些光碟最好认真听一遍啊。为什么？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随文入观，它才管用啊！文是念下去，什么意思不懂，这不行，都没有感应啊！所以印祖说过，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有经论做基础。做依据法师要没有经论的依据，怎么能产生效果这是现前做法师的到处都看见，效果并不大道理在此地。那么跟我们出家在家佛门弟子修行功夫有关系，真修行的力量大，不用仪式也能超度众生。你看《隐城回忆录》记载的刘居士，八载寒窗独楞严，谭虚法师的朋友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楞严经念了八年了，在家居士以后他也出家了在没出家之前遇到冤亲债主求他超度那时候他给几个他朋友合伙开了个小中药铺，中午没有生意，在柜台上打瞌睡，他做了个梦，清清楚楚，柜台打瞌睡，
有人推门进来了，这梦中事情，他一看，两个人，看两个人是熟人，慢慢走到他面前，他很害怕，因为这两个人过世了，是跟他一起做生意的，为这个财务上打官司，他们两个输了。以后这两个人上吊死了，死了之后他也很后悔，你看为了这点钱送了两条命，心里很难过。那现在看这两个人来了，是不是来报仇的？所以很害怕，问他来干什么，他求超度，他心就定下来了，不是来报仇的，是来求超度的。他说我要怎么样超度你呢？他说你答应就行了，没问题，我答应你。看到这两个鬼，踩到他的膝盖，踩他的肩膀，升天了，什么仪式也没有。这是什么？真正有读经修持的功德，这个力量。这两个人走了。过了一会又来两个人，一个女人带个小孩，一看呢，是他前面的太太跟他的儿子都死了，也走到面前问他来干什么，求超度，问他怎么超度你，你答应就行了，一样的，说行，我答应你。看到两个人踩着膝盖，踩着肩膀升天了，谭旭法师记这个故事决定不是假的，在刘据是他没出家之前的事情啊。那么由此可知，超拔一定要有真的功夫，有真的功德，真的善行，这才管用啊。所以要做得认真呢。修行决定不能随顺自己的爱好。随顺爱好可麻烦了。下面这是念老的话。且住狱之中隐狱之毒最深。故戒出家人手中断阴也。这些话是黄念祖老居士说的。再讲五戒第一条是断杀，出家戒第一条是断淫。淫欲之毒真的是最深，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能看得出来。联合国统计发表的这些信息，每一年全世界堕胎的人数超过5000万人，堕胎的，这杀人呐，这淫欲杀人。联合国这些数字我们知道，都是医院里头有登记的，还有许多医院里头没有登记的，不知道。平均每一天超过15万以上。你说这种怨恨，用什么方法去化解？
啊，小孩跟父母四种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他是报恩而来的，你把他杀掉了，恩变成仇啊，他是报怨来的，你把他杀掉了，仇恨上再加仇恨，深仇大恨啊，原本是债务来的，现在把他杀掉了，债务上又加了命债，还不完啊。啊，如果想到的时候果报，你不敢做啊。啊，这是要命的事情啊。啊，这些人愚痴，不知道因果，不知道事实真相，他敢作敢为啊。啊，果报现前，后悔莫及了。啊，若能利欲，则可不犯主卧。啊，也就是说，你这些爱好你能够忍，你知道因果报应，啊，不敢触犯。这是好事啊，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把五戒十善修好啊。现在在这个时代，其他的不必多说，能够把五戒十善做好了，出家人能把沙弥戒做好了，就不得了了。啊，这就真正是人中之宝了。净宗这个法门无比殊胜，难信易修啊，确确实实修净土的人，只要把五戒十善做好，六合做到，啊，五戒十善六合，真心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一心念佛，这个人决定得生。你看条件就这么简单了。啊，但是要真干呐。啊，最难的是忍呐。要能忍得过。啊，忍是对自己的嗜好。要能忍。忍就得要随缘。不攀缘，啊，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可以，啊，决定不去追求，样样都好，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每一天圆门托钵。给什么吃什么，决定没有选择。啊，这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了。啊，是乃身宣诸恶莫作。啊，然后才能够众善奉行。啊，我们看幕后这一段。言和行断。
啊，请看经文：颜色当火，身心当转，动作展示安定虚伪。这里头有戒，有威仪，啊，教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样心态呀、去做人。啊，言辞是言语，与容脸就是你的脸色，啊，你从早到晚对这些人，对这些不同的人，啊，什么样的言语，什么样的言辞。啊，佛教给我们要火，颜色当火，火是火相。啊，言火者，即四摄之爱欲；色火者，紫光照人。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四摄法。啊，四摄法是佛门的公共关系法，处事待人接物的法则。啊，三藏法术四摄法这一条。那说十四啊，这个四法通言摄者，摄就是摄受，与大众往来怎么接待啊，怎样把佛法传给这些人，叫为菩萨与化道众生，必须以此四法摄受啊，施其一福，然后导以大乘正道啊。那么这就是佛门的术语，讲戒淫的法子方法啊，有四种戒淫大众的方法。故维摩经云：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是也。啊，实在讲就是这个意思。四摄第一个不是，为菩萨以财法二种施摄众生也。若众生落财，那喜欢财啊，就以财施摄之。那众生落法呢，你就以法施摄之。众生既蒙二施利益，因是生轻爱心，依附受道，得诸真理，故名不施舍啊，这是第一种啊。那么四摄里头的布施跟六度布施意思完全不同，这个一定要晓得啊。六度里面的布施是度自己，那不是度别人啊。六度度什么呢？我们有病。佛说凡夫有六种病啊，这六种是大病啊，不是小病啊。啊，第一个，奸贪。
你看看世间人，哪个不贪？吝啬，他有钱，他不肯布施，还觉得自己不够。啊，越多越好，没有底线的，贪而无厌。啊，贪心是恶鬼道第一个业因。如果从贪心里面升起杀道，那就是无间地狱罪了。啊，贪别人的财物，夺取他的，还要把他家里人杀掉。啊，这是极重极重的罪。啊，所以佛用布施来度我们呢。啊，教我们向佛菩萨学习。啊，不贪财，不贪法，时时刻刻有布施的心。啊，别人来找我们，我们可以帮助他，欢喜帮助他。啊，是度自己的艰难。持戒呢，是度自己的恶业。忍辱是度自己的嗔恚。啊，精进是度自己的懈怠。禅定是度自己的散乱。般若是度自己的愚痴。这是属于菩萨行呐、啊，四摄法里面的布施不是这个意思。那四摄法里面的布施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多请客，多送礼。啊，人与人往来交际的时候，用这个方法。啊，他跟六波罗蜜里的布施意思完全不相同。啊，也就是说，人与人之交往，第一个要建立感情。啊，感情在哪里建立呢？在财施跟法施。啊，我们早年98年，我住在新加坡，新加坡有9个宗教，我跟李牧原说，你跟这些宗教有没有往来的？有。我很想去看看他们，去拜访拜访。好啊，他跟我联系。啊，那我们去拜访，参观人家的道场，参观他们办的慈善事业。啊，很多宗教都办的有老人院、孤儿院。还有办的有学校、医院，啊，我们都应当啊资助一点，帮助一点，啊，所以我是每一个宗教啊，那个时候新加坡钱10万块钱，啊，送一个红包，啊，资助他们的慈善事业，欢喜啊。
啊，我们佛教里头有一些想认识佛教这些东西，啊，他们想了解佛教，这些资料是我们带来赠送给他，这是法布施。啊，有财布施，有啥法布施，这感情就叫了。啊，一年当中，把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像兄弟姐妹一样，我们常常在一起聚会。啊，每一个月差不多都有两次到三次的聚会，很密呀。啊，我们办活动，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他办活动，我们去参加他的活动，啊，不亦乐乎啊！啊，把九个宗教真的团结起来了。啊，当时一位部长曾思生，我们也见过很多次面，也挺熟的。他就问我，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九个不同的宗教啊团结起来？我说这个方法是佛教的。他很惊讶啊，佛教的什么方法？叫四摄法。我把四摄法讲给他听，真高明啊。四摄法就是化解争论的啊，用在一家，你的一家和睦啊，家和万事兴啊。啊，他就是团结人的啊，告诉你人跟人如何往来啊，常常关心别人。啊，常常要有爱人的心，爱护他们，关心他们。啊，帮助他们。啊，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啊，互相拜访，互相了解。啊，了解非常重要。啊，更进一步的，我们要学习他的经典，跟他往来就不外行了。啊，我在新加坡，在他们的学校，啊，天主教办的学校里面讲过《玫瑰经》。我记得还讲过一次《古兰经》，啊，《玫瑰经》那一套光碟流通很广啊，啊，大家都很喜欢的。啊，所以四摄法作用可大。啊，汤池小镇能在短时间有那么好的成就，四摄法了。你看，第一个布施，无条件的布施，啊，戒缘；第二个是爱语，啊，爱语是什么？真正关心他，啊，不是甜言蜜语，不是的，真正爱护他，啊，真正帮助他，啊，我们跟大家讲孝道，讲师道，讲五伦，讲五常，讲八德。
啊，讲中国过去的历史啊，几千年长治久安啊，老祖宗是怎么教我们的？没人给他讲啊，他一生没听过啊，我们讲了，我们自己做到啊，啊，五伦我们做到了，五常做到了，八德做到了，他相信了啊，真诚心呢，爱护对方。把他看作一家人，不要看作敌对，看作敌对就错了。同是人皆需爱，一家人同是地球人呢。现在交通便捷，资讯发达，地球上哪个地方出一点事，几乎一两个小时全世界都知道啊，地球确实是一个村呢，地球村呢。我们同是这个地球村的人呢，要互相关怀，要互相照顾，要互助合作。啊，不能说那里有灾难，我们可以不管，不可以的。一定要关心。啊，一定要帮助到。啊，这是爱与理性。我们所作所为，对社会带来利益，对他们也带来利益。啊，一定用平等心。不能说我们的教是正，你那个教是邪教，不可以，那就造成敌对了啊，就造成麻烦了啊，大家统统平等啊，我们提倡宗教里讲神啊，我们是提倡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那真神是谁呢？就是每一个宗教的教务主、造物主，是一个。一个为什么分这么多教呢？因为古时候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所以这个真神要分很多身，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因为那个时候人不相往来，生活方式不相同，文化不一样啊，佛这个仆这个神恒顺众生啊，建立教化啊，要不相信我们把经典打开，宗教经典没有叫人做坏事的，没有叫人不孝父母的啊，不敬师长的，没有，这个通通都一样的啊，像五戒十善每一个宗教都讲啊，可见的神真的是一个神啊，这样说法大家都能接受啊，想想是没错啊啊，那么今天资讯发达，交通方面的，我们很多这些神的弟子，我们要会合，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一家人啊，我们没有内外，这样就团结起来了啊，我那个时候心里还想着总可能遇到要辩论的啊，结果这十几天了，十几年一次
这种辩论的机会都没有。这一谈大家都能接受，啊，我们所作所为都被大家认同。于是我就想更进一步，我们组团去旅游，这是什么机会教育啊？组团旅游十几天呢，从早到晚都在一起啊。啊，平常这些宗教领袖啊，地位都很高啊，很不容易看到他们了。啊，纵然聚会，也不见一次面吧，一两个小时，就顶多了。啊，旅游，光光旅游那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陪同这些宗教团，啊，组成宗教团，到中国访问，啊，中国国家宗教局接待。啊，国家宗教局还派两位官员陪同我们，啊，游览长江三峡，啊，从早到晚天天都在一起，什么都谈，真正变成朋友啊！啊，这个第一次访问。陪同新加坡的九个宗教啊，我好像记得我有四次。第二次是陪同印尼啊，瓦西德前总统访问中国啊，是印尼的宗教团。马来西亚宗教团，我陪他们两次旅游。啊，一次是旅游非洲，啊，埃及。然后走梵蒂冈回来。啊，那个时候的教宗是保罗二世。啊，第二年他过世了。啊，那么第三次是陪马来西亚宗教团访问中国新疆。啊，最后一次是06年，我们在巴黎活动，我把这些宗教团统统邀请到。啊，在联合国聚会。啊，真欢喜。啊，所以旅游是最好的方法。啊，真正联络感情，啊，有足够的时间来研讨交易，啊，遇到问题了，佛教怎么解决？伊斯兰教怎么解决？啊，基督教怎么解决？啊，我们都可以在一起讨论的，没有冲突啊！啊，所以今天要想社会安定和平，不靠宗教没有任何办法啊！宗教先。为什么行？我们提倡一个真神，这就行。啊，宗教里面出问题，
那是少数极端分子，别有用心。这种手段经典里头找不到一句。伊斯兰的圣人就圣战是没错，那是因为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四周的环境都是敌人，想把他们消灭，那不能不抵抗。所以圣战是抵抗，不是侵略战争，那是保卫战争，自卫的战争。敌人只要放下武器，要把他看作兄弟一样对待。这古兰经上有的。我们跟日本人八年战争抗战，那是圣战。我们没有侵略日本，我们抵抗他的侵略。发动侵略战争，古兰经上没有的。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团结能帮助社会安定。最后一条同事。同事他做什么我们学习，这一条我们也要把它做到。天主教到欧洲不是到非洲去救难，非洲发生瘟疫，天主教有一些医生护士到非洲去，教廷派去的，这些神父修女来找我，希望我帮助他。我们送了50000块钱新加坡币给他做医药费。第二天又告诉我那边交通非常不方便，希望我帮助他买一辆救护车。没问题，我送他一个车，送他一部车。他们做的就跟我们做的一样，我们没有这个缘，没有医护人员，他们有。那这是医药，救护车，我们可以办得到。这我们同事啊，同做这桩事情啊。伊斯兰教，他们办了个学校，职业学校，办得很好，分很多班，我去参观过。这个学校是租来的。场地是租的，业主他不租了，他要卖。这回家来找我，需要多少钱呢？要75万，这个数字就大了。我们通常帮助的这个金额是10万块钱，不超过10万块钱。我们马上就会给他，这么大的金额，我跟李牧原居士商量，李牧原居士有经验，他说我们举行一个义卖，举行一个合作，通知职能单位，划成一个区域，我们步行，带着队拉着小旗子步行，走7公里。
走很远的，我带头。啊，还有一个他们的部长，马来人，啊，是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啊，我们两个人带头，哦，那一天有好几百人，有两三百人参加，啊，走七公里，走到义卖的那个场所。我们佛教徒在那摆了很多个摊位，啊，好像回教有三个摊位，啊，这一天义卖下来的出乎意料之外，卖了一多万，啊，全送给学校了，问题马上就解决了。啊，这个校舍就给他买来了。啊，四摄法管用啊，非常管用啊。我们懂得四摄法了，这个团体决定是六合金。啊，四摄是六合的基础。啊，我们不懂得用四摄法。四摄法常常讲，啊，都是讲完就算了，没有真把它用上啊。啊，忠真用上呢，这就是关怀别人呢。啊，常常送一点小礼物，不在乎钱多少啊。啊，一两块钱的小礼物，表达情意嘛，就是礼轻仁义重啊。表达这个，真正对别人关怀，啊，我们这个团体里头，上上下下，啊，互相关怀，我关怀团体里头每一个人。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对团体有利益的，对团体没有利益的不可以做，啊，没有利益的不能想。我们生活在这个团体，这就是我们同事，啊，这个团体是我们的事业，啊，所以四摄是六合金的基础，不修六合金哪来的这个，不修四摄法没有六合金，啊，六合金一定从四摄法做起。啊，我们每天读的这些书看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啊，要把这些心得在空闲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啊，两个三个十个八个都可以啊。啊，茶余饭后啊，可以分享，可以彼此互相鼓励啊，一起来做断卧修善。啊，这样互相能够升起真诚的爱心。啊，在这个地方一同成就道业，利益众生。把这个小团体做出一个好样子，让这个地方受益。我们住在这个地方，这些邻居来看，看到你们这么好，都会向你们学习。啊，认真努力去做三年，自然这住个地区都同化了。这佛家讲的是都化了。
啊，三年住在这个地方不能感化人，你别住了。啊，那么这邻居都要照顾。啊，见面一定要打招呼。不能说见面没不打招呼的。啊，我们这个供养过出来的时候，供养很多的时候吃不完。哎，用小包分起来，这邻居每一户送一点点。那东西不多，我们的情谊到了。要是我啊，我们的住六合院，啊，是去年中秋节，啊，不是中秋节，啊，中秋，8月15，农历中秋节，我搬到那边去的，啊，那一个村，80多户人家。啊，我们每一户都送点礼物啊！哎，现在那个地方那个小地区，人跟人见面都打招呼了。啊，从前没有啊。我们旁边一个邻居是外国人，他说以前没有。啊，现在大家都很有礼貌。啊，而且呢。这个路道路都很干净，这以前很乱，我们住在这里风气就改了。啊，一个村改善了，就影响邻近的村，影响越来越大了。啊，这叫摄受众生。这叫教化众生的。啊，现在一般人呢对佛教是什么还不知道啊。啊，以为佛都是为死人服务的。啊，他们都有点忌讳。完全错了。啊，我们要把这个观念给他搞清楚搞明白。啊，他们来问佛是什么？佛是智慧，佛是佛报。啊，一个人智慧圆满，佛报圆满，他就叫做佛。啊，你的智慧圆满，佛报圆满呢，你就是佛。啊，佛是印度话。啊，中国人叫神人。啊，但是圣人里头没有智慧福德圆满的意思，佛有这个意思。啊，慢慢接触，慢慢讲给他听，他就都明白了。啊，学佛的人越多，社会越安定。啊，社会祥和，冲突就没有了，灾难就没有了，好处太多。啊，四摄法要学，学了要会用啊，何学何用？啊，用在我们自己团体，用在我们邻里，啊，这些邻居，啊，不要分别，我们是一个村的人，
我们是一个乡的人啊，要爱护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希望这个地方都是有缘人啊，都有智慧，都有道德啊，这个地区是个和谐的地区啊，真正我们做好了，可以给世人做榜样啊，让大家都来学习。我们住在这里没有白住啊。啊，经上教给我们，我们统统都能做到。啊，言和，言语温和。啊，这就是四摄法里的爱语。啊，色活者，慈光照人。你有爱心，你有慈悲心，表现出来的，自然面孔上带着欢喜，啊，笑面掩人。中国接受的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对这个非常重视啊，颜色当和，谁代表呢？弥勒菩萨代表，就是布的和尚代表啊。中国人把布的和尚的像供在山门门口，你一入道场，第一个你就看到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旁边四大天王，那就是一堂课，入佛门第一堂课啊，第一堂课要学弥勒菩萨笑面迎人啊，弥勒菩萨肚皮很大，能包容，能忍辱啊，真有其人呢，真有其事啊。他走的时候好像是自己宣布的，告诉大家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说完就走了，真走了，这就不是假的。如果说了不走，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说了就走了。啊，所以中国弥勒菩萨的造像，通通造布袋和尚像。啊，布袋和尚在门口象征一个人，应该要像他。生平等心，成喜悦相，这是古人赞叹弥勒菩萨的两句话。弥勒菩萨待人是平等的，没有分别，没有亲疏，完全平等，永远是笑面迎人，欢喜不失欢喜啊。啊，这个就是词里讲的颜色当火，身形当砖啊。啊，无论
是事法，是佛法。你要想有成就，都应当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没有贪心，只有一个念头，为社会大众服务。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我是抱着为大家服务的心。那做生意，货真价实，绝不欺骗人。那薄利多销啊，目的不是在赚钱的，目的是为大众服务啊。啊，不赚钱，全会赚得更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三种布施得三种果报。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每一天修三种布施，啊，财富、聪明智慧、健康长寿，是年年增长啊，自然来了，那不是求得的，自然。为什么修因嘛？因一定感果，这是必然的道理。哪有修因没有果报了？哪有这种道理的？啊，修因一定感果。啊，所以只顾修因，不要去问果报。果报来了，财来的多了，多不是。啊，越多嘛，就越多布施，不要去留。啊，越施越多，越多越施，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啊，中国古人范蠡帮助越王勾践。复国之后，那真不容易复兴呢。啊，他就不做官了。啊，带着西施，啊，西施是他的夫人。去做生意，从小买卖做起，做了几年发大财了，把家财统统散给贫穷的人，啊，救济贫苦，自己从小生意再做起，做三年又发了，散聚三散。所以中国古时候人供财神供范蠡啊。供范蠡非常有道理啊。啊，他是商人最好的榜样啊。啊，所以财运是布施来的。不是你赚得来的。你命里没有，你怎么赚都赚不到。啊，命里有的不赚钱才去找你。啊，为什么命里有？命里怎么有的？过去生中喜欢财布施。啊，我们这边同学应该都知道，前几年有个老先生
我讲经的时候他来过，陈朗。啊，他是个算命看风水的。啊，跟李嘉诚很熟。啊，他告诉我，早年前李嘉诚30岁到香港来做生意，他们碰到了啊，李嘉诚小我2岁啊，30岁的时候也是几十年了啊，遇到的时候他跟他算命啊，问他你做生意希望将来拥有多少钱呢，你就满意了啊，他告诉陈朗，我能够有3000万我就满意了。陈朗告诉他，你的财库啊是卖出来的，这不得了啊，人家财库是平平的，你是卖出来的，无论做什么生意你都赚钱，你将来是香港首富。所以陈朗就变成李嘉诚的顾问了。李嘉诚什么事情都向他请教。啊，我跟李嘉诚认识，他介绍的。啊，我们也只见了一次面，以后陈朗过世了。啊，这个老人是很好，啊，是个好人，啊，所以命里注定的，要懂这个道理，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无时莫强求啊，强求不到的，强求到来的都是命里有的，你说你冤不冤枉？啊，非不正当手段所得来的，全是命里有的，但是打折扣了。比如说，命里有100个亿，命里有，因为用不正当的手段打了对折，你得到的是50亿，自己就啊觉得很了不起了。我有这么，其实你已经亏掉一半了，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也用正当的手段，你得到的时候，跟你现在加一倍。如果你肯布施，啊，那你的财富就不得了啊！啊，世间人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他一生心安理得啊，那真正是有福报，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现在人家没有压力啊，三种布施都去做。三种福报，你年年上升了啊！那今天富贵的人、有钱的人做不做好事了？啊，做很多好事，但是真正的好事、第一等的好事，他没做。为什么？他不知道。啊，这说来说去了还是没有福报啊！
真正大福报才没修啊。啊，低等的福报是为世人培养真正的人才，培养圣贤人的，没人干这个事情。啊，办学的有，办小学、中学、办大学有，啊，但是普通的学校，啊，没有听说办圣贤学校的，啊，唯有圣贤能救世啊。啊，唯有佛菩萨能救世啊！啊，有钱的人建庙很多，认为那有很大功德。啊，庙里人不是真正的佛菩萨，没功德，那哪来的功德？要有真因修行人。啊，真正大师级的人才出来，他才有大福报。所以身心当转，一定要转。啊，这个转的是要转移，要转成，要转进。啊，当转呢，指应当专精行道。若就本经呢，则劝一向转念。那他真成佛了。那道场虽然不大，历史上有榜样，觉明妙心菩萨，他的小道场只有12个人。啊，12个人个个都往生了。不得了的功德了啊！一个往生就是一个成佛了，12个人通通往生就12尊佛啊！护持道场，护持那样的道场才真有功德。啊，要知道佛是人做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了，没有一天空过。啊，修行，佛不管这事情，修行是你自己的事。那佛教给我们是什么？修行的理论，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智慧，修行的经验，佛给你讲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讲清楚讲明白了，真干是你自己的事情。啊，佛不管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在经上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带领大众念一天佛，没看到。啊，禅房去做一支香，没看到。啊，佛帮助一些大众的就是教学。这个要搞清楚啊。啊，你有疑难杂症，你去问佛，佛会给你解答。佛是老师的地位，永远是老师的。
啊，大众在一起修行，这是祖师提出来的。啊，正式提出来是马祖百丈。啊，慧能大师的徒孙，禅宗第八代的，慧能大师是第六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啊，提倡倚重靠重，怕什么呢？怕你学了之后懒惰，你一个人不能修行懈怠，那大家都修了，你就不能不修了。这叫倚重靠重，这是当年祖师的意思，是好意。啊，用这个方法逼着你，你不干不行。啊，每一天定下五堂功课，逼着你干了。啊，但是要晓得，五堂功课没有经教的基础，那你没办法啊。所以从前寺庙里天天讲经啊，啊，讲经的和尚手座啊，代表方丈和尚讲经教学啊，手座有很多人，不止一个，分座讲经。这寺院规模大，住上几千人的，每个人想学的不一样，所以分座就是分讲堂。啊，学华严的有华严讲堂，学法华的法华讲堂。啊，学唯识的有唯识讲堂，学般若的有般若讲堂。啊，都有老师在那里负责教导。都要上课的啊，课下来之后就是修行啊，五堂功课都由法师领导啊，由维诺负总责任啊，寺院里面的维诺就是学校里的训导长啊，首座是教务长啊，建院是总务长，跟现在大学里面的分工完全相同啊，这个制度是唐朝时候建立的啊，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建丛林，就是没有列这些规矩啊，正是把佛教领上学校这种方式是在中国啊。方东美先生早年呢跟我讲过好多次，要我留意这桩事情啊，佛教要再能复兴，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那就是要恢复教育啊。古时候丛林制度实际上就是大学啊，那么现在也有丛林呢，但是它不是学校了啊，他是金灿佛寺做法会的一个道场，跟佛教本来的意思完全扭曲了啊。我们这一代
语言不成熟啊，所以期望下一代啊，在台湾悟行法师在他的家乡建了个道场，叫极乐寺，规模不大，我去看过，我帮助他，鼓励他，如果建立一个像现在一般寺庙一样的，那没有必要，已经太多了啊！如果你要建道场，要跟别人不同啊，什么地方不同？回归到教育啊，台湾没有第二个啊，你这个寺院是学校啊，那么他听了我的建议啊，确实这个道场里面有扩堂，有大讲堂，有六个小讲堂啊，同时可以有七个班级上课啊，现在还没有完成，应该快了啊，应该两三个月可以完成了啊，五层楼的建筑啊，那么这个道场建立起来，在台湾是第一个啊，以教学为中心，以讲经为中心，在家居士可以报名参加啊，它是学校啊，可以住在学校里头，你也可以回家，每天的上课。那么现在要找七个法师来讲经还不容易了，他有七个教师啊，只有慢慢来培养啊。啊，先开一个教室，开两个教室啊，慢慢学的差不多了，都能上台讲了啊，再多开几个教室啊，培养佛门的师资人才，培养弘法人才啊，今天弘法一定要用远程教学的方法，因为说道场太小了，没法子用它，用网络微信啊，现在的网络微信我们用它不亚于卫星电视，卫星电视的成本很高，网络卫星很便宜啊，而且越来越普遍了，成本低，也能够对全球播放啊，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收看到讲堂啊，讲经的现场，这个方法好，一定要运用啊，道场很小，能收很大的效果啊，如果佛教恢复到讲学，佛法一定会复兴。为什么？这些出家的法师，你走在社会上，
人家对你尊敬不尊敬啊，是要你真正修持功夫啊。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怕不识货啊，就怕货比货啊。啊，你的东西人家会拿去比较啊。啊，真正讲得好，大家赞叹，大家向你学习。啊，讲得不好，没人听，你就被淘汰掉了。这自然的淘汰。啊，所以逼着你，你不能不努力，不能不用功。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一定要认真学习啊，我们才会有成就啊。这个成就就是要专一啊，一生专攻一部经典啊，三年就有可观的成绩，十年就成为专家学者啊，这一部经的专家了。谁在一部经上下了十年功夫啊？不要搞多，贪多就不烂啊，决定搞一门啊，专修一门通了，门门自然就通了啊！这讲专一、专诚、专精啊！动作展示，动作是行动啊，展示是看啊，包括听啊。安定虚伪，虚实欢呼，现在的人心浮气躁啊，急功好利都走向竞争啊。学佛的人首先不争，不跟人竞争啊，要脚踏实地，要做真实的学问啊，安定虚伪啊，虚是欢呼，故动作展示安定虚伪，就是一举一动安详镇定，从容不迫，没有一丝好心浮气躁啊，这就对了。幕后这一段，仓促不地王公啊啊，经文做事仓促，败回在后啊，未知不地亡其功夫啊，这最后啊提出警告啊，学习不能匆促，不能慌乱，不能贪多，不能急躁啊，贪多急躁啊是学不出东西来的。啊，第一审慎的意思，做事慌忙则必将失败与后悔啊，一定要稳定，一定要懂得专一啊，专一是成功的秘诀啊，一门深入，一门没有学透，绝不学第二门。
啊，你的心才是专的。啊，学这个还想学那个，学那个你就乱掉了。你的精神分散了，时间分散了，精力分散了，你怎么能得到效果？啊，你同时送三样东西，你的心向三个方面，那个人一生呢，他专学一样东西，他没有杂念。他就是一条路，他的成就决定高过你。啊，你学的很多，自以为广学多闻，不见得比专修的强。专修的虽然不广不博，他生智慧，因为他一门，一门容易得定。啊，得定就容易开慧。啊，没有学过的东西，他一看就明白，一听就明白。你比不上人家。啊，中国古圣先贤这一套，跟佛门祖师大德所传的这一套，完全相同，妙不可言。啊，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没人讲，也没看到过。啊，都学西方的，西方的是广学多闻，同时要学很多科目，真的精神、体力、时间全分散掉了，都学了一点皮毛常识。一样都不精，一样都不通。啊，学的再多，讲的很凌乱，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最近十几年深深体会到的。啊，才知道古人呢这种做法了，太高明了，这是真实智慧呀！啊，所以做事要安定虚位，不可以仓促。啊，心一定要定，一定要静，一定要不被外面境界所扰乱。啊，外面境界不管是善是恶，如如不动。啊，要学到什么呢？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啊，决定不受外面环境干扰，这就叫三昧。啊，三昧是你的清净心出现了，清净心生智慧。这个时候，你研究经教啊，你懂啊，你明白了。智慧没有开，不懂啊，不懂不怕，不要求懂。随他去，只一遍一遍去学，啊，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一点不假。啊，这部书从头到尾念上一千遍，我相信，念上四五百遍的时候，你就得清净心了。那是什么？念佛三昧就显现了。念到七八百遍了，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平等心现前呢，智慧就开了。
啊，不是大彻大悟，也是大悟，这不是小悟。啊，大悟，一般经教没有学过的，你一接触全懂，没有障碍。啊，那大彻大悟更不必说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什么疑难杂症你都有能力解决。啊，这是佛门所谓讲大成就者。大成就是一门深入，常识选修，啊，不是学的很多很多，不是的，啊，你完全搞错了，啊，广学多闻在什么时候呢？大彻大悟之后，这个时候，因为你要度众生，众生的根性不同，千差万别，你什么都要懂。就事出世间法都要懂，啊，这个时候开悟了，大彻大悟了，学这些东西很容易。啊，像龙树菩萨开悟了，啊，他学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今天讲的大藏经。全部学完用了多少时间呢？3个月。行吗？行。我相信。为什么呢？慧能大师做了榜样。啊，要知道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在黄梅住8个月。没有进讲，进入讲堂，就是说他一次经也没听过，啊，也没有去过禅堂，啊，一支香也没做过，他开悟了。开悟之后，事出世间法全通了。无尽藏比丘尼难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就专修大涅槃经，这经很长啊。啊，遇到慧能大师，啊，慧能说逃难，24岁，年轻人呢，啊。听他读大涅槃经，啊，等到他念完这一段了，慧能大师找他，把刚才你念的那段的意思讲给他听，他非常吃惊，捧着经典来向他请教。慧能说：“我不认识字。”你不认识字，为什么讲得这么好？对，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他听当中一段呢，全经的意思他都知道了，不需要听完全的。啊，以后他住在曹溪。法达禅师去参访他，这坛经上有记载，这个人是一生也是一门深入，专修念法华经的。法华经念了10年，法华经分量很大，一天可以念一部，10年念了3000多部。
啊，到曹溪向六祖请教。啊，六祖给他讲，这部经我没听过，你念得这么熟了，念给我听听。啊，法达禅师念到第二品，法华经二十八品，只念到第二品。六祖说：“行了，不要念了，全知道。”哎，我们就懂得为什么龙树菩萨三年就把四十九年的经教全通了，就这么个道理。一部经不要听圆满了，听几句就全通了。所以一部大藏经三个月时间读完了，那你用他哪一部他都知道啊，他没有不知道的。那慧能大师有这个本事，龙树当然有，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的人啊。所以我们知道广学多闻是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千万不能在前面，在前面得搞一辈子，好辛苦，你搞不通啊。啊，先求什么？求明心见性，求大彻大悟。我们今天没这个能力，没这个环境，我们现在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干什么？到极乐世界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干这个的。啊，悟了之后，我们再广学多闻。啊，那到极乐世界广学多闻可热闹了。啊，到哪里去学？设方诸佛刹土，我有能力分人。啊，有多少尊佛，我分多少尊。多少身，同时可以去接受佛的教诲。啊，那个广学多闻呢，一天时间就圆满了。啊，一切诸佛所说经法你全通了。啊，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呀。要知道这个路怎么走法了，我们走最近的一条路啊，决定在这一生时间不再浪费啊，得到究竟圆满啊。我未知不地，地是神圣啊。如果我们所行不谨慎啊，那么就枉其功夫啊。枉是丧失，功夫是修持的功力，那你后悔起来不起来啊。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好，我们决心先去极乐世界，先见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会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再回过头来广学多闻，轻而易举，不费劲啊，也不浪费时间啊，他就成就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